讲神变，一二三四五，第六个字神变。神变是什么？神通。告诉大家，13年前，我到印尼去。印尼那时候旱灾已经5、6个月了，没有下雨，5、6个月没有下雨，是大旱。13年前的事情。师尊去那里做法会，当众宣布这一场法会要让它下雨。那一天天气很晴朗，跟今天的天气一样。15分钟以后，下大雨，全印尼千岛下大雨。解除了印尼的旱灾，这是什么？神变。我在法会的现场讲的神变。再来，我在西雅图雷藏寺传马上有钱的法，有一位莲花所卖夫妇当场得了法，很认真的修法，神变。他得了5500万美元，第一财奖，变成台币是19亿台币，19亿，这高耶，一个人独得。能够让弟子得第一头彩19亿台币的，坦白讲啊，大家都霍兰利都算过啊，比被雷公打到还少。叫雷公讲到哦，也阁讲真济个咧啦。啊，若要钓这种奖哦，足困难，足困难的。有影有钓无？是真的。莲花所卖，在印尼的解除大旱灾，这里有没有印尼的弟子？证明一下，有没有？马上下雨，15分钟以后法会完了，15分钟以后马上下雨，不是真今天，台中不会下雨。是真呢。神变，我教瑶池金母七大法啊。莲花成主上师在吗？高成主啊，请他站起来一下，站起来给人家看呢、看你潇洒，董事长，而且又是拿督，马来西亚的拿督。他头上哦，因为五佛冠带走，你看不到。原来他头上哦，有长一个肿瘤，头上有一颗肿瘤啊。接受瑶池金母七大法灌顶，他修法修瑶池金母七大法之一的其中一个法。他头上的肿瘤多少年了？你自己讲。
他说他不知道已经多少年，这个肿瘤已经多少年了，可能从小就有了，做孩子的有啊啦，几天以后消失掉，两个星期，修法两个星期，肿瘤没有。你自己站起来说是真的还假的？他说真的，真的。肿瘤在头上修法两个礼拜消失掉，这是什么神变？这是如来的五字化为成所作字，能够习斋，能够增益。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两个人在这里，但是我不能公开他们的姓名。他们本来是不能成为姻缘的，不能结婚的，因为师尊的加持，他们两个人就成婚了，而且现在恩爱的很，生了几个小孩子，长得都比我还大。这个就是习斋神变，敬爱神变，增益神变，降伏神变。降伏神变我们不能讲啊，不能讲。这个是什么智？如来的五大智慧成所作智。你得到了明心见性，认识的真如，你会得到成所作智，自然的从第一相到第五世，第一世到第五世，转化成为成所作智，这个就是神变。当然呢，我的弟子得到十九亿第一头彩，我心中当时想，为什么不是我？是我给你加持的，是我给你灌顶，马上有钱的，你被灌的去中头彩，我灌顶你的没有啊，心中好不伤心。回首一想，我根本无所惜，我从来没有买过彩券，我希望弟子中彩券，然而不是我，不是我中彩券，但是弟子中彩券就等于我中彩券，弟子灾难消除就是等于我灾难消除。弟子有病我就有病，弟子没有病我也没有病。知道我的话就懂得神变。